你今天有吓到吗？真没有。熏熏毛。有。电梯的那个。哇！哇！18层了，这个地下有18层。电梯是不是有点吓人？啊，那个我以为是震坏。我们、那个、所以我怕刚才电梯那个。所以今天这个医院是什么？但是你为了要见到自个儿爱的人，你永远让开始试验大家，让大家不再变疯。时间到了，我给你打针。行不行？我晕针，我晕针呢。我给你打。啊。手上爱心就是陶美娟孩子。但是陶美娟，她的病历上写的是无子女，丧偶无子女。但是陶未见在你世界有见过。哦，还有，你看这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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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剩俩眼睛，我扎住了你的。会不会是爱人？他为了锁住他老婆，一直让他活在梦境里面。这个男的长得好像爱人医院的那个院长的像、啊哦、好像是。他们说你去世了，但是你还活着对吧？我去世了。我怎么可能去世了呢？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们面前吗？我怎么可能死了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想，他就是设置这些东西，自己能够在意识里面见到自己想见到的人。他设置这些吓人的是，因为你长时间在这个地方待着，你肯定就不想走。所以那个爱人一定要设计一些吓人的东西，就是为了不让我们一直留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哇！哦，哇！说的，是不是？是我。对哈。这个医院里应该没有坏人。唯一的坏人是那个爱人，剩下人都是被控制的，精神错乱。我们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我们也不能出去，他会把我们一直关在里面。其实最终找到爱人不就好了？